这半能不能得意的口味儿，可是有滋有味儿的。朋友们好，我是韩冰。今天不是过那个父亲节吗？我这琢磨来琢磨去，整点啥吃的呢？就整点猪尾巴，我爸挺爱吃这玩意儿的。那个我爸钓鱼就没回来呢，我搁家这时候做点菜，完了之后直接拿过去，他回来我们一起吃饭。那边有一个那天吃的牛头，还挺多肉呢。完了之后连那个汤一堆冻上了，现在搁那边熬着，我再把这猪尾巴给他做个红烧猪尾巴，看看一会儿再整点啥啊。这个毛吧，其实它烧完了，还是有点毛茬，咱们再烧一遍啊。不少哈，先把这猪尾巴给它焯一下。还是炒点糖色啊。加点酱油。姜。还有一个香叶，还有一个八角，再搁点花椒粒儿。这天天的不变的程序哈。咱们今天变换变换啊，放点啤酒。就等着了啊，等这个好，那个牛头一好，我们就过去。好使吗？放点味精，再放点盐啊，把汁儿给它收干。好了啊，这汁儿收好了，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挺有食欲的？可是有滋有味儿的。烂糊吗？嗯。烂糊吗？烂糊成，刚才我用高压锅又压了一下。啊。看一下，我来看看。太好了。好好瞅瞅。就做了这两个菜啊，这大牛头还是老些肉了。合个影啊，开始往我爸那边端去。好嘞，到那边一打，热热乎乎的。这不是车啊？是倒牌呗，倒牌是不标的。看有白车没有？大脸蛋啊，白车的那行。他给啥呀？爸搁哪儿钓鱼啊？哎呀呀！爸给咱们搁那边回来，那有个白车。那边搁那到，不过大岭那边的嘛。啊。大破大岭那边拐弯那块儿。啊。拐弯。倒立呢？嗯，来吧。揭开他的神秘的面纱，也不够神秘人，热乎的哈。哎，还行。这块看有点达不高点。我这俩菜拿去了，搁那吧，搁点凑数，凑数吃不吃再说。但是那啥菜呢？那是啊？那啥菜呀？那是这个呀？就那不你整那红烧肉吗？哎呀，红烧肉啊！我寻思你来，我搁微波炉打一下子。啊。这不用打。那个西瓜还要挖出来还是怎么着？挖这玩意儿呀？挖点啊。啥？西瓜。那个，这个西瓜，那也行，二酱行，刀刀行也，啊，有不点啊，够，够了，找不着，啊，再倒点，再倒点吧，咱家酱好吃啊，但是哪头好吃啊？我那头不是俩味儿吗？都俩味儿啊。也不是，他说特大好啊，就是最好的。现在买的蒜都可好了，哎呀，是那玩意儿，差不多，我们买的也是。
挺好吃的。我姨尝了点啥？对，姨尝了点。嗯，给你这个杯，给你这个杯子。姨说挺好吃，那就挺好吃。我可以喝一个啤酒吗？啊，我不喝。啊，我挺啤酒。不是姨，我不喝。这不缺黑似的，给咱俩拉上呗。拉上吧，拉上看。挺啊，我就怕你咬着不是烂乎吗？我突然炖一半天了，炖半天我又搁高压锅，我怕那啥。嗯。你这还有菜呢。对。这大大牛头，这两个菜，现在肯定是整蘸酱菜啥的了。啊。毛蛋，那毛蛋有点稍微有点凉，昨天整的，保鲜来的，昨天没送，昨天没送。昨天出来，还要不愿动。不愿动了。嗯。我来一个试试。嗯。来一个，得凉，要不搁微波打一下那个，就打一个。哎，宝子，你帮着，把那杆儿，不是，整完了两个，整完了两个，你俩能吃几个？完整捞撸出去几个，搁塑料口袋也行。捞撸下来得了。我肯定吃一个，不能吃不了，咱俩。不他就整那种促销手段。不他就鱼串，不他给谁给呀？你给呀？哪哪都有啊，现在。他为了挣钱呗。那有奖，就很多人不都去吗？那最少100块钱一杆儿，二百。二百啊！搁哪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老弟说200。那多少个牌子？就搁这，搁这搁完了，够不够呢？对，得多少个牌子？嗯。还在车里呢。没呀，搁笼子里。放笼子里了。嗯。昨天搁笼子，昨天早上是昨天早上吧？嗯。是昨天早上搁笼子里是吧？嗯。搁笼子里。那小伙子外边搁哪儿啊？捐子怕黄皮山里给咬死。嗯。嗯，那我就搁那里边，不是养大的说。而且那些东西都招那些玩意儿。对。吃啊，吃啊，整啊，咋整弄了？反正这韭菜鸡蛋，一会儿我吃饭能吃。不不，弄点汤啊。那不，那我。韭菜鸡蛋非常好。嗯。昨天鸡蛋有好几十了吧？行。一会儿拿回点儿啊。拿回点儿。拿回点吧。嗯。我得又不又买俩呢，这今儿下仨蛋的，昨天下几个下俩啊？下仨。昨天俩，昨天俩招的一个吗？招的一个。哎、今天下四个呢，我买那个下一个。买那个下一个呢？嗯，那个蛋小。蛋小是不是这鸡那啥玩意儿？时间短。不是。那分鸡。他可是说了，买就下蛋，到家就下蛋，是不是喊那个？大家就现在，就现在，现在吗？你不是下一个吗？嗯。这哥哥呼那啥了？粘锅底了，是吧？嗯。粘锅底。没搁帘子底下。哎，他直接搁罐里。对个，冻上了。帘子灌连汤一起冻。啊。完了就开始往下烧。今天饺子不行呢。呀，两个大罐全都。为了搁那罐，他把那个冰箱打开。那家那一天也好两多袋。那个冰柜吧，是四门冰柜，是上下两格的，可以分开使。两个机器的，完就使一个机器。那叫费电啊？不费电。现在看来不费电。我把那个就是单独那啥那个多少电那个插完这个多长时间用多少电。每时每刻用多少那个什么电流啊，还有是那个电压呀，全给你显示出来。你说以前多费电啊？我能看着。不费电。就这俩冰箱，他那一个塑料冰箱就挺费电。一天三个字儿，两三个字儿。加了。我们不咋开那玩意儿。那个冰箱。三对仨对一块五。不咋，原先寻思那是得6-7块钱呢。没那些。那天那饭店那时候是钉子开的。嗯。找回来，但是你那电灯。在那数有数了，超过那一期了，那就变成二期了，二期变成5.6了，吃一口就吃吧，就你吃没事吧？不是没事，我整不进去，有点费劲，咱养。你还整进去啊？你看这些人吧，一般都能整进去，就是哎不敢吃。来吧，就当吃肉了吧，还没有肉肥呢吧？不是，这不吃这嘎、个，今天就整多整一顿饭嘛。要是两、嗯、要是那个两对家还得肯定不错，多吃一顿不行。嗯，这于叔来打电话，9点钟打电话，俺、啊、搁家没搁家？我搁家呢。哎，问我这胳膊好没好点，怎么的？我都好了，啥事没有，钓鱼都有多长时间？你来一块呗。我说你，我过来吧，你过来吧。
他意思就是过来就想过来喝酒来。我说过来吧。我说现在九点，你十一点过来，他没到十一点，十点钟就过来。那么早上现在几点吃饭呢？早上是五六点钟吧，五点多四点。一点五点钟。嗯。都说那啥，那五点多吃饭。是，我也是四五点钟来吃。你五点吃饭，那你四点起。你俩吃两顿不行，那就是五点吃饭。不是，就是五点钟吃，两点有些，三点多钟吃饭，行。完事儿了。那完事儿了吗？都是三点钟之后，两点钟吃饭。那今儿不行，今儿。就今天吃饭吧，就这顿饭不吃也不弄，吃完也不少吃。嗯，反正于叔来了，那就不咋地，他喝点吧。我喝了就倒你倒那些酒，他喝一杯，他喝晚杯一杯，完另外加这个酒倒一块儿。剩下的你就不干了。敬酒吧还是？不是敬酒，就丽园那什么，就那瞅着样像。来，那谁没喝着点儿啊？孙子没喝着点儿，凉了。孙瞅瞅35度。哎，那费劲别喝，费劲喝不大，还行，不是费劲。赶走来，不，这赶走去。吃呢，你知道吗？你都吃呢，你这。谁都吃了吗？不吃呢。我完事了。我也吃饭前能吃。你们也放在一块儿。嗯，我得来饭了。